巍巍中华，万古江河，华夏文明五千年。孔子集先贤之大成，经声御震，集万民之文脉，有教无类。他所开创的儒学，光照千秋。夫子之风，山高水长。2021孔子诞辰2572年，圣贤遗韵，道洽大同，礼敬先哲，福佑中华。礼敬先哲，彰显中华智慧。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骊山世界儒学中心、中国孔子基金会、中共济宁市委宣传部主办、中国孔子网、济宁市文化传承发展中心承办的2021全球云祭孔大型网络直播活动。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凤凰网风直播、中国网、大众网、海报新闻、闪电新闻、新黄河客户端、中华微视、齐鲁晚报、齐鲁一点、文旅直播、香港移动 UTV 进行全球直播。左传有云，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祭孔这项中国特有的文化现象，在中华礼乐文化发展长河中占据着重要位置。时至今日，各地文庙依然秉承对古代圣哲的崇敬之情，延续着祭孔这项纪念活动。祭孔礼乐几经传也，如今各地祭孔的形制规模都有所不同。今天我们特别邀请了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副院长严炳刚教授，欢迎严教授。谢谢。还有孔子研究院副院长刘旭斌教授，欢迎刘教授。大家好，圣诞快乐。今天我们邀请两位教授做客直播间，共同探讨祭孔礼仪等话题。自2016年起，中国孔子基金会倡导发起全球祭孔直播活动，成为全球华人和国际友人普遍关注的文化盛事。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定文化自信、增强文化认同和民族凝聚力、提升文化国际传播力方面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今天我们将一起跟随镜头，一起走进曲阜孔庙、衢州孔庙、岳麓书院、建水文庙、正定文庙、长春文庙、武威文庙、太原文庙、常熟文庙、上海崇明学宫、德阳文庙、韩城文庙、连海书院、山东胶州孔子六艺文化园以及美国美东山东同乡会、韩国温阳乡校等地的祭孔现场，共同纪念伟大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诞辰2572年。大家还可以进入中国孔子网2021全球云祭孔专题页面，点击线上祭孔窗口，通过互动点播在虚拟现实中完成祭孔，以表达对孔子的敬仰与尊崇。那么现在距离曲阜祭孔大典正式开始还有一段时间，我想首先请问两位专家，我们现在是如何认识和理解孔子以及儒家思想的呢？严教授。这孔子是中国文化的一个象征，也可以说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的符号。中国是，如果说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是民族的根与魂，是民族精神的一种呈现，那么更多的我认为啊，就是孔子他作为至圣先师，他是中华民族2000多年的精神导师。如果说我们今天我们需要一个这个，我们刚刚过完教师节了哈，我昨天给同学刚做了一个师赛礼。如果我们今天要礼敬我们的至圣先师的话，那么当然最好的方式就是我们今天的祭孔，参与到我们今天的祭孔活动中来。但孔子作为一个就是这个伟大的至圣先师，以他所开创的儒家学派一直充当着中华文化的
主流思想，是中国人的价值观、思考问题的方式、行为规范的主体。我们所说的中华文化，可以在某种意义上来讲，它可以和这个儒家文化大约相同。如果我们说中国精神，主要体现的孔子所开创的这派儒家学者所代表的文化精神上，也在某种意义上来讲，我们可以这样讲，就是说两千多年前孔子他本身他的思想就是传承着他以前的夏商周的礼乐文明而来的，他是中国文化当中的最富有根源性的文化系统。所以孔子是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所以孔子之道是上承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道。所以孔子在某种意义上来讲，他所传承的礼乐文化传统，实际上这套礼乐文化传统在孔子既是一个流，孔子又是个源。从流的角度来讲，孔子传承的就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这一套的道统体系而来。从源的角度来讲，它广大了、深化了这套流，所以它又是先秦诸子百家之源。所以许多的学者，我想大家可以知道，像马一浮先生、像钱穆先生，还有梁漱溟先生，他孔子是中国文化的中心啊。我们中华文化如果说上下五千年，以孔子2500年为界，孔子以前2500年的文化说都收在孔子那里，孔子以后的2500年的文化都由孔子所开出，所以孔子实具有中国文化中心之地位。如果有轴心时代，如果那个轴心的轴心，那当然就是以孔子为代表的这批的哲人的出现。所以他不仅仅是一个学派，他在历史上他就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导师。所以我们过去经常说一句话，就是说这个孔子是历代文官族，是历代这个帝王师。帝王要想治国平天下，在传统社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传这个治国平天下呢？唐太宗说的最清楚，他周孔之道对于我来讲就像鱼之于水，鸟车之有轮，疏鱼而不可舍也。他鱼离不开水一样，我唐太宗李世民要治理天下，要打造大唐盛世，那我得怎么办？随着孔子的那套教导去做。所以历代，我们说历代的无论是政治人物还是学者专家还是民间人士，说遵循孔子的教导去生活，就成了一个民族性的共识。说在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中国文化，所以有些学者说孔子乃中国文化之中心也，好多人可能听了不舒服，但是历史的事实，过去的事实是这样的。那好多说不是还有诸子百家吗？不是还有其他家吗？是吧？大家知道没有孔子的私人办学，没有孔子的这样的一批，就是他所教导的一批所谓的我们说的3000弟子也好，是吧，心通六艺者72人也好，没有他的这个教导，那当时就没有春秋战国时代百家争鸣的来临，就没有这样的一个场面的出现。历史舞台，他孔子给这堂就百家争鸣的到来啊，可以说奠定了、培育了人才，奠定了思想的基础。当然，孔子的儒学系统也是呈现出多面相，就像我们今天大家要看到不同地方的祭孔活动一样，它是丰富而多彩的。嗯，刘教授有什么要补充的？中华文明啊，之所以绵延5000多年，啊，至今仍然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创造力。
我想啊，就像严老师刚才说的那样，那么首先是因为中国文化这棵树啊，根扎得特别深，根深才能叶茂。我们说，实际上在孔子之前2500多年，中华文明已经有了非常高度的发展。以孔子、老子为代表的这些古圣先贤，特别是孔子，总结、继承了他们之前的文明成果。那么，集中就体现在孔子所整理的六经，成为中华文化的基本经典，形成了以五常八德为核心的伦理道德，那么使得中国这个古老的国家从此凝结为一个有着共同价值观的牢不可分的文明体。嗯，好，感谢两位专家精彩的点评。儒家文化为什么能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流思想？就此问题，我们也特地采访了几位儒学专家，一起来看。作为孔子思想核心的理学、人学，奠定了整个中国儒学的理论根基。事实上呢，它形成了我们中国人基本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第二个方面呢，在于儒家主张的天人合一、知行合一、中庸和谐等思想理念，它一直影响着中国人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那么汉武帝为什么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呢？我们认为这取决于儒家思想，就是更能适应对社会进行调控和治理的社会需要。礼是儒家思想体系的核心价值观念，这个核心价值观念对于维护社会的安定和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儒家有许多珍贵的思想文化遗产和优秀的思想内容，代表了中国人的核心价值观，比如己利利人、己达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以德治国、依法治国、天人和谐等等观念。那么这些核心的价值观是跟我们中国人的历史文化处境和生存条件相符合的。千百年来，这些思想价值观指导这个民族啊，从过去走向现在，还必将走向未来。中国传统文化中儒释道以及诸子的思想其实也都跟人有关，而这里边呢，我认为最接地气、最具人伦价值，同时也最有人文情怀的，那莫过于儒家文化。这个儒家的儒啊，有各种说法，但是我们从它的这个字形啊，就可以看出来啊，一个单人旁，一个虚，可见呢，儒学是人虚之学，是每个人呢都需要的，甚至是每个人也都需要践行的一门学问。它是靠着儒家的经典以及圣贤的教化，渐渐地深入人心，所以才成为我们的文化的主流和核心的。它具有两个基本属性，第一个属性就是它的实施的属性，就是孟子所讲的孔子圣之始者也，它是适应任何一个时代的圣人，所以叫圣之始者也。那么在儒家思想发展的过程中间，历次一次一次的冲击，使儒家思想又一次一次的发展，那么造成了就是它每冲击一次就发展一次，被冲击一次就发展一次。那么我们从这个规律的角度上来看，我们有理由相信新一轮的国学发展将是非常强势的。那么它的第二个属性呢，就是它的包容性。那么在它这个理论指导下，我们每一个时代一个时代一个时代的往前发展，而且它的基本特征
又适应了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的这种发展需求。我们现在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里边有两个概念，一个是中国特色，一个是社会主义，是吧？那么社会主义这个理论我们是从马克思那个地方过来的，那么中国特色这就需要我们中华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在里边彰显它的积极作用。好的，感谢几位专家接受我们的视频采访。对此问题，大家可以通过留言发表自己的看法。此时此刻，各地的文庙的祭孔仪式即将开始，让我们先来跟随镜头一起浏览各地祭孔现场的情况。是长春文庙的祭孔现场。县官一贯喜位，进户。贯好，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湖北汶京书院的现场。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岳麓书院的祭孔现场。一贯习俗，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常熟文庙的祭孔现场。刚才呢，我们通过镜头简单先浏览一下各地的祭孔典礼的情况。此次的云祭孔直播活动，我们的记者分别在曲阜孔庙和衢州孔庙，特别邀请当地文化学者为我们解读这两大孔庙的祭孔仪式。我们首先来连线曲阜孔庙演播室。
礼敬先哲，彰显中华智慧。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2021全球云祭孔曲阜演播室的现场。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是孔府，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来自曲阜师范大学中华礼乐文明研究所所长宋立林教授。您好宋教授。主持人好。那宋教授能跟大家说一说咱们曲阜祭孔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而且这个历史上经历了哪些发展变化，可以吗？好的。大家知道啊，今年是孔子诞辰2572年，也是孔子去世2500年。那么当时呢，孔子去世之后啊，鲁国的国君鲁哀公啊，亲自到孔家来悼念孔子。那么后来孔子的后代啊，孔子的学生啊，后学，然后把孔子的故宅三间啊，改为了一个相当于纪念堂，把孔子生前的衣冠。啊，这个秦车啊，这个供奉起来啊，作为纪念孔子的一个场所啊。那么这种祭祀啊，持续了很长时间啊。那么它是一种民间的祭祀活动啊。那么到汉代啊，汉高帝12年啊，这个刘邦过辱啊，这个以太牢之礼祭祀孔子。所谓太牢之礼是祭天的这种规格啊，所以刘邦的这次祭孔啊，开了历代帝王祭孔的先河啊，也就是从汉代开始。啊，国家把曲阜的孔庙啊，作为一个国家的一个礼制建筑啊，那么来纳入了国家的祭祀系统啊，但是汉代的时候啊，这个祭孔的这个孔庙的规格和祭孔的规模啊，并不大啊。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又发生了变化啊。那么这种变化呢，就是在这个太学当中，进行祭孔，也就是试殿啊，除了曲阜孔庙，那么在太学就有了这种祭孔。啊，他进入那个教育系统，到了隋唐时期啊，他的变化最重要的一个就是第一，确立了孔子啊这种先圣的地位，啊，那么第二个非常关键的就是到了唐太宗年间啊，贞观21年啊，下令在全国各州县设立孔庙，那么这一下子啊，使得孔庙祭祀啊就走出了这个确立，那么成为全国的一个通祀活动。在那之后一直到清代的时候，我们全国国内的孔庙大概有将近1700所啊，全世界啊这个孔庙有2000多所啊，成为祭祀孔子的一个啊一种重要的一种礼制场所啊。但是这个孔庙祭祀啊，不光是祭祀孔子一个人啊，那如果孔子是孤家寡人的话，他就没有这么高的历史地位了。所以孔子创立儒学之后啊，他有啊这个代代薪火相传啊，所以儒学才会逐渐的发展壮大。啊，所以你会发现我们今天的很多祭孔大典的很多啊这种仪程实际上是在民国时期已经出现了，那只不过我们把献花圈改成了献花篮。但是民国时期还有一个，就是在祭孔的时候啊，他要奏国歌啊，要唱国歌啊，这一项在我们现在没有啊。我想到了这个21世纪之后啊，我们又恢复了这个官方的啊祭孔活动啊，这次恢复我觉得意义就更为重大啊。第一个它注入了时代的元素啊，没错。第二个呢，由于现代技术的这种应用啊，我们可以开展这个全球联合祭孔啊，比如说今年呢，我们云祭孔啊，使得全球的啊这种这个祭孔活动可以啊生气相通啊，所以我们这个全国的观众、全世界的观众可以看到啊，这个在这个人类地球上啊，人类纪念啊这个孔子啊，用盛大的场面啊，我想这个又是一个时代的进步，最大的一个变革。好的，感谢宋教授就这一话题给予我们的分享。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回给主演播室。好的，感谢曲阜演播室的连线。礼敬先哲，彰显中华智慧。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2021全球云祭孔大型直播活动。现在各地的祭孔典礼已经正式开始。第一站，我们将要去到北国春城长春，一起来看长春文庙祭孔的现场。先进文化，崇德向善，国学讲堂，精神家园，核心价值。长春文庙是长春市区建设最为古老的文化遗迹之一，由朱琛等长春乡绅捐资建于1872年清同治11年，已有近150年的历史。光绪20年和1924年分别进行了2次大规模的维修和扩建。这里曾呈现出门前古鱼参天、花草满坛、畔池如新月、红桥飞架其上的动人景象。
2002年，市政府对长春文庙进行了大规模抢救性修缮。如今的长春文庙不断挖掘优秀传统文化资源，每年举办各类公益文化活动100余场。除祭孔活动外，还创办了国学大讲堂、成人礼、启蒙礼、爱国主义宣讲、假期青少年国学班、传统节日宣传活动、爱国主义教育宣讲团等多项公益文化活动品牌，成为长春乃至吉林省国学文化传播的重要窗口。好的，刚才我们看到的是长春文庙的祭孔现场，接下来我们再换到下一个书院。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问津书院。问津书院采用的是试菜礼，是古代入学时需要进行的尊师仪式。今天新州问津书院与武汉大学国学院共同举行2021试菜礼，来看画面。今天武汉大学国学院的师生们来到新州问津学院举行2021年试菜礼活动。问津书院坐落于湖北省武汉市新州区旧街孔子河畔，书院始建于西汉年间，距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问津书院在历史上曾与岳麓书院、东林书院、白鹿洞书院等齐名。自宋至清，书院共产生进士387名，因其在我国教育史、文化学术史上的重大影响而被载入中国历代书院志。问津书院几经兴废之，虽已失去昔日的繁华，但从其具有明清建筑风格的殿宇中，仍能使人感悟到书院旧时的辉煌、孔庙禁忌的高雅。近年来，新州民间已自发恢复起祭孔典礼，问津书院也成为当地人们追慕先贤、励志向学的课堂，各地文人墨客、专家学者也络绎不绝地驱驰考学。如今，问津书院主体已经修缮完毕，中断百年的问津论坛已经恢复，媒体的报道和社会的关注也将让问津书院再度繁荣。我们现在看到的问津书院正在进行的是试菜礼。刚才我们看到长春进行的是仿明代的试殿礼哈，在这里想请问一下刘教授，这个试殿礼和试菜礼有什么样的区别呢？试殿礼的它的含义啊，其实我们从字面来看，其实试就是放，就是陈列摆放，摆放什么呢？摆放祭品。殿的意思呢，就是祭祀，陈列摆放了祭品来举行祭祀的礼仪，这就叫试殿礼。那么试菜礼呢，顾名思义，它所陈列的这些祭品是一些瓶、枣、芹等一些菜类这些植物。其实呢，我们可以简单的把试殿礼的发展啊分成两个阶段，那就是孔子之前的试殿礼和孔子之后的试殿礼。因为试殿礼的产生啊，其实远远早于孔子。那么最初啊，当然就它不是祭祀孔子的。我们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其实呢，在中国古代，祭祀和军事它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那么如果举行征伐、田猎、外交这些活动，那么需要在出征之前啊，到祖庙里面去进行祭祀，这叫做受命于主，那么接受了就祖先的这个使命。等到战争胜利之后呢，要回到祖庙里来祀殿于学。就是到附属于宗庙里面这个学啊，干什么呢？去感谢先师之谋，因为能够取得战争的胜利，是继承了先人的军事方面的学问。其实现在最早记载的试殿礼啊，
是周武王，他在牧野之战胜利之后啊，柴于上帝，其于舍，舍殿于牧室，就是焚烧柴木，它会产生青烟啊，青烟向天上飘啊，这就是用来告神。陈列祭品在地上来祭祀呢地神，然后呢在舍殿祭祀他的父亲周文王。我们看今天的文庙祀殿礼仪啊，文庙里面都会有一个叫焚帛所，或者叫焚帛亭，至少有个焚帛池，就是祭祀之后啊，焚烧柱帛就产生青烟啊，飘上去干什么呢？这里就不是告上帝，而是告孔子。那么三牲的毛和血要埋入地下，这就是其余事来祭告地神。那么陈列三牲等祭品呢，就是用来祭祀孔子和历代的圣哲先儒。所以我们说祀殿古礼的这些核心要素啊，在后代的文庙祀殿礼当中啊，得到了很好的保存。到了后来呢，凡是学校刚刚建立的时候要行祀殿，这时候的这个学啊，已经不是附属于宗庙里面的学，而是国家史历史固有之学，是天子所立之学，以及啊诸侯受封建立邦国的时候天子命之教，于是立学。那么按照天子之命建立学校，推行教化。我们就发现啊，祀殿里啊呈现出由武士向文士的一个明确转化，就是说它跟文化教育密切相关，这就为后来啊祀殿里演化为祭祀孔子的礼仪啊提供了一个顺理成章的历史渊源。那么特别是到了隋唐之后，随着孔子啊地位上升，那么特别是科举活动的推广成了万世师表，那么孔子就成了祀殿里的主要祭祀对象。文庙的建筑体系以及配享从事制度也逐步完善，陪祀者呢也从颜子等少数的先师发展到了包括四配、十二哲、先贤、先儒等在内的宏大的系统。那么至于说到祀殿礼与祀菜礼的区别，那么祀菜礼一般呢规格要更低，要更加简单，而且没有音乐，也没有三牲等这些大型的这些祭品。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啊是一个简化版的祀殿礼。所以呢祀殿礼实际上是文庙祭祀啊它等级最高、影响最大、最具关注度的祭祀礼仪，所以我们可以把文庙祭祀活动啊就称为祀殿礼。那么祀菜礼在先秦时期啊实际上是一种常见的礼仪，但是呢在南北朝的时候啊其实就已经失传了。宋代根据当时的情况，那么恢复厘定了当时的祀殿礼，这个其实跟宋代之后啊书院的大发展也密切相关，因为书院越来越多，那么影响越来越大，现实中啊需要这样的礼仪啊，包括在科举考试活动当中，那么考中进士的人啊要行祀贺礼啊，就是表明就是摆脱了平民的身份进入了官员的行列，这个祀贺礼行的也是祀菜礼。好的，感谢刘教授给我们带来的非常详尽的解释。孔子集前2500年之大成，开后2500年之新统，他所开创的儒学光照千秋，时至今日仍有孔庙保圣贤遗誉，道洽大同，仍有孔府秉师礼传家，垂范百世，仍有孔林存礼制典范，慎终追远，千古礼乐归东鲁，万古衣冠拜肃王。2021孔子诞辰2572年，敬守礼义，致敬先贤。
家好，这里是2021全球云气孔屈服演播室的现场。那接下来我们就相关的问题继续向宋教授请教。那近几十年来，咱们屈服孔庙恢复气孔大典之后啊，咱们屈服气孔大典的这个整体安排和特点是什么？能跟大家详细介绍介绍？哎，好的。其实大家通过镜头啊，也可以看到啊，屈服孔庙的这种祭祀的场面啊。那么大体来讲啊，新时代的这种祭孔活动啊，大体分为三个部分啊。第一个就是在原来传统祭祀的基础上，加了一个开城仪式。就是屈服明故城啊，在万龄宫墙那种开城仪式。第二个就是现代的公祭。那么第三个部分呢，就是传统家祭啊，这三个部分组成啊。那么在这个万龄宫墙前面啊，这个开城仪式之前，它会增加一些这个现代的一个活动啊，这个非常具有现代气息啊，这样一种纪念孔子的一种活动。今年是在万龄宫墙做了一个交响乐的啊，这样一个《论语》节选的一个唱诵啊，我觉得这个非常好啊。进入这个万龄宫墙之后，进入孔庙啊，逐渐走到圣石门啊，那叫开庙仪式啊，打开这个圣石门的门，那叫开庙，因为圣石门是孔庙的正式的大门啊。那么这样就进入了孔庙，走到了这个大城门啊，大城门那个开门什么起户仪式啊，因为进入大城门就进入了祭祀孔子的核心区域，叫起户仪式啊，那个击鼓要击钟啊，这样一个仪式。那么走到星坛啊，就是到了这个大成殿前边啊，我们就会看到啊，这个祭孔最啊这个为最核心的一个部分，是的啊。那么这个部分啊主要分为这个这么几个。第一个啊是这个攻读祭文，那么第二个呢是这个一月五的献祭啊，有八一五啊，有献祭啊，它是一个歌舞礼乐一体的那么一个活动啊。那么第三个就是啊，这个领导和嘉宾去献花篮，敬献花篮，敬献花篮。那么这个过程结束之后，可以说现代功绩的部分就结束了。那么在现代功绩结束之后，那么孔氏的后人会用传统的那种仪式来进行家族的祭祀。我说这个这个三个部分可以说是这个相互衔接非常完整的体现了我们现代新时代祭孔大典的一个特征啊。传统的这个祭祀活动它基本上是一个统一的流程那么到了现代社会大家强调有文化的这种创造性转化创新发展所以现在大家看通过云祭孔可以发现不同地方的孔庙采取了不同的一种祭孔的仪程在其他方面我们每年都有一些创新创新体现了我们这个主办者对于这个祭孔活动的重视体现了我们对这个弘扬优质传统文化在这个如何扩大这个祭孔大典影响这个拉近这个祭祀活动和社会大众之间的关系费了很多脑筋，我觉得这是值得肯定的。好的，屈服现场的分享呢告一段落，那我们接下来把画面交给演播室。
好的，刚才我们通过镜头一起看了曲阜祭孔大典的情况，接下来呢，我们再跟随镜头去到岳麓书院。岳麓书院是宋代四大书院之冠，至今办学不辍，文脉不断，是唯一还活跃着的古老书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岳麓书院的祭孔现场。浮石依从简素，外事岳麓书院是我国历史上赫赫闻名的四大书院之一，坐落于中国历史文化名城湖南长沙湘江西岸的岳麓山脚下。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学府之一，其古代传统的书院建筑至今被完整保存。岳麓书院进行祭孔四典是培养学生德育的重要环节，与岳麓书院的开学礼、拜师礼等组成一系列学生德育活动。岳麓书院祭孔仪式为学术型祭孔，祭祀议程简洁庄重，具有浓郁的学术气息。今日书院的祭孔典礼自2013年恢复以来，延续了古代书院的祭孔精神，内容简洁，祭品简单，但不失庄重，以质朴简洁的仪式表达对先贤的尊重。按刻早完。我们现在看到的呢是岳麓书院的祭孔现场哈。两位专家，刚才我们看了这个长春文庙，也看了曲阜，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岳麓书院。想请问一下，书院和文庙在这个祭孔环节上有什么样的不同吗？孔子诞辰。岳教授。严教授。其实无论是书院的我说书院有四大功能，一功能就是它的教学功能，一功能就是它教学功能就是培育人才，另一个功能呢就是它研究功能。其实在中国传统社会，书院是一个相当于我们今天的就是高等研究院，也相当于我们的尼山世界儒学中心，它具有研究功能。第三是它的藏书功能，它相当于今天的图书馆。第四就它的祭祀功能，这祭祀功能是书院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方面。刚才刘院长讲的那个师太礼和师典礼，说中国传统的读书人在入门那天开始，入学那天开始，你的师太礼就开始了。那师太礼其实它是一个非常简单，对于学人来讲它是个非常简单的一个，就是简单易行的一种祭祀先师或者祭诵师长的一个活动。那岳麓书院我觉得这个祭孔其实仪式有大有小，有不同的层级。我们讲到国家祭祀的时候，那皇家祭祀的时候肯定是非常隆重，用太牢之礼。但作为学者，你去祭诵的时候可能用的不是太牢之礼。我说八一五不是随便用的，说孔子说八一五一庭，是可忍孰不可忍也，是吧？你不是任何人都可以用那样的一个礼乐。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或者作为一个民间知识分子，作为研究机构的学者，如何来进行祭孔？我去年亲自参加了，我去观摩就是岳麓书院的祭孔仪式。当时陈仁这个副院长做这个就是礼赞官，然后他的院长做主祭啊，全体学生参与，我觉得非常感动。那是学者型的一种祭孔，刚才大家说的学术性祭孔，我要这个评价还是非常恰当的。就他不是政治性的，他不是富豪性的，它不是经济性的，它是一个学术人文性的，它里边更多的充满着它的人文气息。当然它主要是继承了民国以来的知识分子祭孔的这样的传统。这礼祭祀这个礼乐，它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的，就是用我们今天话说，它有些规范性的动作那是不可缺少的，它有些自选动作要因时因地因人而异。那我就作为一个普通的老师，我带着我的一帮学生到夫子文庙去祭孔，我怎么祭？
我就是一个农民，我又对孔子表达那个礼敬之情，我怎么表达，是吧？我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普通的一个人，有没有祭孔的资格呢？我就人人皆有祭孔之资格，人人可以得而祭之。但是如果说我一定要穿上汉服，一定要弄上扁钟，一定要弄上那一套东西，那我老百姓哪来弄得起啊？我弄不来啊，弄不来怎么办？我这简单易行的东西，这个东西最合适，在我在家里就可以举行，是吧？带着一帮学生，我在家里，我在教室里，我们就在我们一个教室里就可以举行。可以摆上孔子像，摆上一些就是试菜，那是非常简单的一些我们日常所见到的一些食物。你看芹菜、白菜，这个栗子，这个核桃，这个桂圆，非常好找的一些食物，是吧？这些贡品就可以上来了。我不必用猪头、牛头、羊头，是吧？那个东西对一般老百姓，对我们来讲，我们做不来。所以我觉得简单易行的东西才能够普遍，才能够持久。所以我非常，因为我是亲自参加了这个岳麓书院的那个祭孔，我觉得他给所有的书院的祭孔提供了一个模板。刚才我看到这个就是汶京书院的，是郭庆荣教授主持汶京书院，我看到他了，他在举行一个祭孔活动。我叫郭教授，长期以来他对儒家文化富有浓厚的一种情怀，只要他举行的东西，我认为啊，都是在我心目中我都是认可的东西。为什么？因为他怀着一个充满着对孔子的这种礼敬之心来从事这样活动，是吧？说礼云礼云，玉波云乎哉，月云月云，钟鼓云乎哉。他关键的不在于他外在的表现形式，而关键在于他实质的内容，就我心中有没有一份对至圣先师孔子，对中国传统文化，对我们的先贤，对我们的先哲那种礼敬之心。这孔子只是一个符号和象征啊，说我历代教我们老师多的是啊，先贤多的是啊，是吧？历代的那个思想家给我们这个民族今天成长发展壮大提供了多少多少的滋养，使我们这个民族直到今天屹立于东方，这个文化屹立于东方，甚至于我们有可能我们民族伟大复兴，是吧？近在前面啊，我们可以完全可以看得到。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所以说我们要对这些先贤进行抱着一颗礼敬之心来实行，无论是我们的祭祀典礼、施菜礼，还有告游礼，是吧？这都可以。我想是这个东西是关键。好的，感谢严教授给我们带来非常详尽的解释。那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跟随镜头去到衢州。自唐朝以来，全国郡县皆设孔庙来祭祀读书人的先师孔夫子。到了清朝末年，全国有大小孔庙或文庙就有6000多座，而孔子家庙普天下为二言，其一在山东曲阜，其二便在浙江衢州。下面让我们一起走进南孔圣地浙江衢州，感受衢州孔庙的祭孔大典。衢州享有东南阙里南方圣地之称，衢州孔庙是全国仅存的2个孔氏家庙之一，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整个古建筑群肃穆凝重，洋溢着浓郁的儒家文化氛围。孔子后裔子孙已在衢州度过了800多个春秋。衢州孔庙曾经3003建，10多次修葺。现址的孔庙为明武宗正德15年（公元1520年）所建，位于衢州府城东隅，占地约20亩。基本上是按照山东曲阜孔庙的规模来规划建造，建筑占地面积约13900平方米，分为孔庙、孔府及后花园3部分。家庙历经各代的多次维修，至今仍保留有宋代的建筑形制和规模。
云际先哲彰显中华智慧，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2021全球云际孔徐州会场。此时此刻，徐州孔氏南宗家庙正在进行辛丑年的祭孔大典。我是徐州会场的主持人李锦，那坐在我身边的这位呢，是徐州南孔文化发展中心的副主任詹建詹教授。詹教授您好。你好。嗯，那我们大家都知道啊，孔子呢是山东人啊，那为什么家庙会在徐州呢？这个我们首先要了解一个概念，什么是家庙？孔氏家庙是孔子后裔祭祀先祖啊，至圣先师孔子的地方啊。当然，这个家庙呢，其实在古代来说是有等级的啊，不是说一个你任何一个后裔你建起来祭祀孔子的，都把它称之为家庙啊。我们这个家庙呢，理论上说是宋代皇帝啊赐封的啊。当年呢，高宗皇帝初继位，所以他在扬州举行了一场盛大的祭祀活动，邀请了一些高级官员啊以及大臣们都参加啊。我们的这个孔子第48代孙衍圣公孔端友也在受邀之列。那么回城以后呢，结果金兵南下，准备攻打这个曲阜城，所以衍圣公啊带着他的一部分族人啊被迫南下啊，我们把它称之为大宗南渡。然后呢就在衢州建立了家庙啊，这就是衢州家庙的来源。大家都知道，就是今天是祭孔典礼，祭孔大典哈。那么现代的祭孔活动的它的历史和特点是怎么样子的？现代的祭孔活动呢，啊，应该说孔氏南宗家庙的祭祀大典啊，2011年的时候呢，已经被列入了国家级的非遗。它的历史呢，可以追溯到南宋最早南渡以后啊的一系列的祭祀活动。那么从南宋开始，一直到清代啊，我们可以它构成了一个整条的这个祭祀的这个脉络啊。那么到今天，我们的今天的这个家庙的掌门人，孔子第75代孙啊，孔祥凯先生呢，他倡导的是现代人祭孔啊。他认为呢，我们现代人的对孔子的祭祀啊，主要是想体现我们对先师的敬仰。那么我们用五谷取代了啊过去的那种太牢制定啊，猪牛羊这种三牲啊，所以我们以这种方式来祭祀孔子啊。哎，我们再给孔子献上花篮，大家一起诵读论语啊，齐唱大同颂。其实数千年之后的今天啊，就是您觉得就是孔子思想和孔子文化啊，对于我们衢州的老百姓的生活来说有着一些什么样的影响？孔子对礼的注重呢，也一代代的传承了下来啊。我们说在包括一些历代的大儒里面，对大宗南渡的这个故事啊，他们也认为这是一种礼的表现啊。所以在碑文里面有这种说法啊，叫庙与庐者礼也，就是孔子是鲁国人吗？啊，在鲁国建个庙，这是礼的体现啊。宗子去国，以庙从焉，亦礼也。就是孔子的这个嫡长孙啊，他离开了曲阜，啊，来到衢州，并把庙也带到了衢州，这也是礼的体现啊。我们要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打造一座营商环境最优的城市啊。这些都是礼的文化啊，在我们啊衢州老百姓当中，千百年积淀的影响啊。我们还想了解一下，就是我们衢州的孔氏南宗家庙啊，在这个南孔文化这方面的传承和发扬的过程当中，都做了哪些工作？家庙是整个南孔文化最大的物化象征。因此他在这个对南孔文化的传承保护当中起到一个非常核心的作用啊。这几年家庙在
大力的不断的每年持续不断的举办啊祭孔活动啊。我们通过这些一系列的这些活动啊，哎，通过家庙这个平台啊，把它传播出去。哎，我们家庙现在不仅是中小学生的德育教育的基地啊，也是啊这个党政的廉政文化的教育基地。那其实对于我们的这个孔子思想和孔子文化来说哈，我们衢州当地政府哈，就是又是怎么样来保护传承和弘扬的呢？南孔文化呢，现在已经不仅仅是衢州市委市政府的一件事情啊，南孔文化的保护弘扬已经上升成啊省委省政府的一项重要的工作啊。我们通过中国儒学馆啊举办一系列的高端的这种学术讲座啊学术论坛啊，我们要把大批的这种游客啊，包括这些儒学爱好者啊，吸引到衢州来啊，进行一系列的研学游活动啊。我们跟国际儒联啊，以及中国孔子基金会等一些机构啊进行合作啊，通过广泛的交流与合作，大家一起来推动这个孔子文化的啊，关于孔子思想的啊保护传承啊以及弘扬。好的，感谢詹教授对我们的讲解啊。南孔文化呢，已经深深地融入于衢州这座城市，应该说也是这座城市最大的文化 IP 了，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人，我相信也会在传承和发扬中历久弥新，生机勃勃。南孔圣地，衢州有礼，衢州欢迎您。好，衢州会场告一段落，我们把画面交给主演模式。而那两位伟人认为，人的贫苦是因为上一辈子没做好事，为求下辈子能有好生活，人这一辈子要行善积德。他们认为好人能上天堂，恶人要下地狱。有了天堂与地狱的概念，就很自然地引申出神与鬼的说法。而我们的孔夫子认为，记录问世鬼神，子曰未能是人焉能是鬼，子曰不明之意尽鬼神而远之，可谓智也。感谢我们伟大的孔夫子，从一开始就让我们古老文明的中华民族远离天堂地狱和神鬼。伟大的哲人只告诉我们要通过自身努力修身齐家来改变自己。好的，刚才我们看到的呢是浙江衢州的祭孔画面啊，接下来让我们把目光再转回曲阜，曲阜祭孔大典仍在进行当中，现在让我们回到曲阜孔庙的祭孔现场。如你所说呢，孔子已经成为中华文化的象征和符号。我们今天祭祀孔子呢，就是要体现现代中国人呢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继承呢和弘扬，通过祭祀这样一种东方特色的仪式呢，来表达我们对中华文脉承上启下集大成者的礼敬，进而呢让民众更加亲近传统，热爱文化。所以说呢，祭祀孔子，作为礼乐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呢，在今天呢依然会发挥呢非常积极的作用。就社会层面而言，我认为呢，祭孔作为一种礼乐活动呢，可以发挥教化的功能，通过祭祀礼仪表达对孔子等。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曲阜祭孔现场的情况哈。我们都说，祭孔典礼是儒家礼乐文化的一个具体的展现哈。那礼乐文化在过去的这两千多年的历史当中，在国家和民间分别是以什么样的形式去传承和发展的呢？严老师。礼乐文化实际上是中国文化的根本，所以当年梁漱溟先生，他20年代就上个世纪的20年代，他给学生进行演讲的时候，他说，西方人没这个西方有宗教，但中国人没有宗教，
那中国人没有宗教是以什么东西来维系中国人的这个生活和行为规范了呢？那中国人是以礼乐代宗教。礼是什么？礼在乾孔的时代是实际上是相当复杂，在孔子那个时代我们就讲它是天之经，地之义，物之则，民之行也。用今天的观念来讲，我们今天一看说是礼貌，礼这个，我们把它看到一个社会行为的这个范畴。实际上，礼它是一个根本意义上的哲学范畴。礼是什么？天地之序，天地的秩序，或者用今天话说，它是天理。或者说用它是宇宙规律。乐是什么？乐是天地之和。这个叫做我们这在这根本意义上来说，这个是礼乐。那中国人，我们说这个经过两千多年的这样的发展，礼它是音歌损仪的，所以古人讲礼以十义为大。礼实际上是十义什么？就是时代发生变化了，那么礼也应该音歌损仪，也应该发生变化。用今天的一句话，就是与时俱进。所以孔子那个前孔的时代有前孔的时代的礼乐，我们今天这个时代有我们这个时代的礼乐。但是无论怎么样的变化，它的万变不离其宗。它变有不变的东西，它不变的东西是什么呢？礼是代表了一种礼敬。如果说我们缺少了对孔子的那样的一个礼敬的心情，内在的礼敬没有了，我们只是外在的这个礼乐，我们今天搞的祭孔那就成了表演，那就不是祭孔了，是吧？你把它叫到什么东西都，把它叫到什么东西都行，那就是商业行为，那就不是一场就是祭礼仪，不是一场礼乐活动。这礼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处处实实地表现出来，说我们日常生活中行动坐卧，它合乎我们的行为规范或者今天这个社会规范，那它就是合理的。合理的也可以说是合乎道理的。这个礼，这个礼貌的礼和道理的礼，这两个字是相通的。这两个字不是就是相，不是两个，或者这两个观念有它的交叉重合的地方。所以我们今天的好多的行为，看看我们合理不合理，我们行为规范合理不合理，离在我们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能够呈现出来。说企业也好，我们走进演播室也好，我们与人相处也好，无不充满着理，或者无不存在着理。做事恰当，让人感到很舒服，你就是合理；你不恰当，让人觉得不舒服，那就不合理。所以礼让，礼让嘛，他是强调礼让嘛，是吧？我们要谦谦君子，他就表现出来文质彬彬，让人觉得很儒雅，很斯文，这就是礼。如果你表现得很粗野，很粗野，那就不合乎礼。言谈举止无不如是，所以它和我们日常生活紧密相连。所以我们可能在现在大家更加关心的是礼乐文化在当下社会社会生活当中大家怎么去遵守，怎么去传承哈。刘教授有什么样的看法？其实杨老师刚才已经说得很清楚，这个礼呢，其实在传统社会是个很大的概念，无所不包。礼就是风俗，礼就是律法，礼就是制度，礼就是行为规范，礼就是我们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方式。虽然它这么复杂，是个庞大的体系，但是我很赞同杨老师刚才说的，我们其实可以捻出一个字来概括礼的本质，那就是一个敬字。我们说仁者爱人，其实礼者敬人，没有内心的诚敬谈不上礼。所以我们参加一个丧礼，你这个形式搞得再隆重，
如果我们没有心中没有对亲人朋友逝去的这个内心的哀伤，那叫什么礼呢？啊，杨老师刚才说，我们今天参加祭祀孔子的典礼，你内心没有对孔子，没有对历代的圣哲贤儒的崇敬，你搞得再隆重，那也不能说他成功。所以，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其实应该啊更加注重这种诚敬观念的培养，那么这对我们当前的道德建设意义非常重大。嗯，其实刚才刘老师讲的这个敬字，其实在我们现代社会当中，大家也非常的去遵守哈，包括我们现在所提倡的去尊敬自然，包括尊敬身边其他的人哈，都是这个敬字。就像刚才两位老师讲的，可能是从我们两千多年来言传的这个礼字当中逐渐演化出来的这种中国特有的这种思想哈。好的，那更多的关于这个曲阜祭孔现场的话题呢，我们再次来连线曲阜的演播室。祭孔曲阜演播室的现场，那接下来我们就相关的问题继续向宋教授请教。宋教授，为什么历朝历代对于祭祀孔子格外的重视呢？它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考虑，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能跟大家说一说吗？嗯，好的。刚才我给大家说了，就是从孔子去世之后一直到今天，可以说祭孔啊，它的这个内容越来越丰富，它的规格越来越高。那么为什么历朝历代都如此热衷或者是这么重视啊祭孔这个活动？因为这涉及到中国文化的一种特质啊，中国文化，我们中国不是一种宗教性，你看西方啊，它有教堂，那中国没有教堂，那么中国文化是一种礼乐文化，那么礼乐文化是一种人文性文化，它不是宗教性文化，那么但是我们这种人文性文化也需要做到安身立命这种功能，就是每个人啊，他就有信仰的需要啊，有信仰的需要，但是我们这个信仰不是靠宗教。啊，我们是靠着一个什么，就是礼乐文化当中非常独特的一种文化啊，一种礼，这种礼叫祭祀，叫祭礼啊。礼有五经，吉凶君宾家，吉祥的吉，这个吉就是祭祀啊，祭祀啊，它就表达了中国人啊，它一种信仰的一种形态啊，传统中国信仰的形态。那么祭祀的对象啊，有三大类啊，一个叫天地啊，一个叫先祖，就是祖先，第三个叫君师，啊，君师啊，所以从明代开始啊，中国可以说家家户户的这个正堂里头都有一个牌位，叫天地君亲师位啊，就是祭祀的对象，天地君亲师啊。中国人说，我们人是父母所生啊，父母从哪来？父母的父母所生啊，所以祖先就成为中国人啊，信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对象，所以，在过去皇宫当中有一个匾额叫“敬天法祖”，一方面敬天地，一方面敬祖先，这是维系着中国啊传统信仰的非常重要的方式。那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一个祭祀的对象就是师，啊，老师的师。嗯。那么老师这个师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就是主要是指先师，而先师的代表就是孔子，啊，所以孔庙这种祭祀代表了中国人对于老师这个系统的一个祭祀。那么师这个系统意味着什么？就是文明的传承，文明薪火靠谁来传承啊？就靠老师啊。所以这个孔子作为老师的老师，哈哈，这个万世师表是吧，他所开创的这种文明形态可以说对中国对人类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在论语当中，孔子弟子曾子有这样一句话叫慎终追远，明德归后啊，慎终就是谨慎的对待啊，这个丧人的临终啊，这个丧事，追远就是要不断的追念祭祀去世的祖先啊，所以，慎重的对待这个丧葬和祭祀这两种礼可以实现什么效果？明德归厚，就是明德，老百姓社会的风俗变得越来越淳厚，就民风越来越淳朴啊，因为这个祭祀它会实现这种效果。啊，在这种祭祀，它强调最大的一个情感叫敬啊，祭司敬啊，所以大家看啊，我们这个祭祀活动是非常庄严肃穆的啊，非常庄严肃穆。那么它要达到效果，就敬每个人在参与一个活动或者观看这个活动的时候，内心就会产生一种
啊，一种敬意啊，这种敬意是我们为人啊非常重要的一种基本的情感。那么敬重孔子啊，就是敬重文化啊，敬重为人之道啊。所以文化的力量可以说是无穷的，而在这种文化当中啊，如何去凝聚出一种我们信仰的那种力量就非常关键啊。我想这个也是我们今天在纪念孔子啊，这个做这个祭孔大典一个非常重要的啊一种意义所在吧。好的，曲阜现场的分享呢告一段落，那我们接下来把画面交给演播室。观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山东卫视为您现场直播的辛丑年公祭孔子大典。本场直播的主题是礼序乾坤，月和天地，全球华人同祭谱。今天来自全球华人同祭谱活动的80位全球华人华侨和侨商会代表，与来自16个国家的21名驻华使节来到曲阜孔庙，参加今年的公祭孔子大典。明天来自中外青年学生孔子文化周的140多位中外学生也要来到孔庙致敬孔子，感受中国文化。现在呢，我们看到参祭嘉宾在乐舞声中向孔子敬献花篮，我们看到现场有舞蹈表演，它代表的是一种什么意义呢？这个呢是八佾舞，八佾舞呢是中国古代规格最高的祭祀舞蹈，是中华传统礼乐的重要组成部分啊，也是对礼的一个最好的诠释。后世祭孔用八佾舞，那一方面呢，它是孔子历史地位的一种体现，另外一方面呢，也反映了后人对孔子的推崇和敬仰。八佾舞的每一组舞蹈动作呢，都有深刻的内涵。今天表演的八佾舞呢，包括了天人合一、万世师表、和天下大同三个篇章。那么天人合一是说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万世师表是说孔子的教化之德为后世树立了表率，那么天下大同呢，这是孔子最高的社会理想。那么可以说呢，八佾舞从思想上呢表现了德，从形式上呢体现了礼，它是一种圣德的宣扬，是礼乐文明的重要象征。好的，非常感谢梁教授带来的精彩解读。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辛丑年公祭孔子大典。今年的公祭孔子大典特别发起2021全球云祭孔活动，该项活动呢是由弥山世界儒学中心、中国孔子基金会、中共济宁市委宣传部主办，济宁市文化传承发展中心、中国孔子网、中国孔庙协会承办，联合了近50余家海内外孔庙、文庙和儒学机构，面向全球中华儿女共同发起祭孔倡议，在短视频平台开展我心中的孔子系列宣传征集活动，升级上线了网上祭孔云平台，打造了孔庙和孔府两个现场直播间，推出的2021全球云祭孔网络直播活动也正在进行，大家可以通过中国孔子网、闪电新闻等平台进行观看。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看。现在呢，参祭嘉宾正在大成殿前向孔子敬献花篮。那之前梁教授你也提到，孔庙不仅仅是……好的，感谢我们曲阜演播室的连线。刚才我们看到的呢是曲阜祭孔大典的情况。与此同时呢，全国多地的文庙的祭孔典礼也正在进行。接下来，让我们去建水文庙看一下那里的祭孔现场的情况。
建水文庙始建于元朝至元22年，公元1285年。700多年来，先后经过50余次增修扩建，建水文庙大体仿曲阜孔庙总体布局建造而成。营造法式严谨，属古代建筑中最重要的礼制性建筑。除古建筑保存较好外，在建水文庙内尚保存有记载元、明清、民国历代重修学宫、科甲题名、德政、警示等重要碑刻90余通，清朝皇帝御题匾额8块，以及众多古树名木。每年春秋两季，在文庙大成殿举行的祭孔活动，每月在文庙内为青少年儿童举办的传统的开笔礼、成童礼、成人礼等活动，而每逢农历正月初一的游文庙活动，四方八面的人们扶老携幼纷至沓来，用文化熏陶后辈子孙，用虔诚的祭拜抒发着美好的憧憬和期冀。好，刚才我们看到的是建水文庙的这个祭孔的现场哈。我们都知道祭孔在古代被称为这个国之大典哈，那为什么我们现在依然还要祭孔，还流行祭孔呢？严老师先说一下。其实我觉得祭孔关键是不仅礼敬的是我们的至圣先师孔子，而是以他为代表的中国的历代先贤先者，以及他所代表的这套文化传统。我说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民族，他有自己的文化元素，有自己的精神象征，有自己代表性和标志性的人物，他是一套礼乐文化传统。我说2000多年前有刘邦，那个时候开始，或者再往前追溯，孔子去世的第二年，鲁哀公就把孔子的故宅辟为孔庙，他就开始祭孔啊。直到了这个真正的帝王开始祭孔的时候，实际是公元前195年，这个刘邦用太牢之礼来祭祀孔子。从那开始，这历代或者形式有不同，形制有不同，祭祀的人物有多少，刚才这个刘院长说了，但是祭孔这个方式虽然经过不同少数民族统治中原地区，但祭孔没有断过，这是中华文化的文脉，也可以说是中华文化的一种道脉的传承。什么是道？道就是中华民族独特的价值观，我们所独有，其他民族所没有的这套价值观的表现形式。就我们说的仁义礼智，仁义在西方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价值观？是吧？爱都有，但是仁呢？仁爱呢？都有这种表现形式，这样的一个道德范目在西方没有，没有对应的这样的一个范畴，但中国说有。你好比说孝吧，孝这样的观念，那在西方的词典当中找不着一个对应的词来对应这个孝。那西方这个孩子他要问我为什么要孝啊，那中国人认为孝是天经地义的，对吧？但那美国大人他问我的一个同学，他在美国做这个大学教授，给他讲论，给这个同学去讲论语，他问我这个同学，他说我们为什么要讲这个孝道，西方人他会问这个问题啊。他说小孩是未成年人，保护幼儿是父母的责任，
但是你父母是成年人，你不安排好你的生活，你让他你的孩子来承担养老的责任，他认为这是不合理不合法的。所以这就是中西文化的不同啊。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标志，是吧？是一个民族独有的一些就是精神符号。所以我们今天礼敬孔子，未来的社会我想还会礼敬孔子，还会礼敬我们伟大的文化传统，还会遵循着我们这套价值观来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所以这个当然祭孔的方式可以与时俱进，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域，因为你的生活的背景不同，时代的不同，可能有不同的表现的形式。但是礼敬先贤，礼敬孔子，礼敬我们的伟大的文化道统和民族精神，这个我觉得是不会改变的。嗯，说在21世纪、22世纪，它也不会改变。刘老师怎么觉得我们现在依然采用这个祭孔的仪式来祭孔？郭鸿明先生有一句话，他说：“3000年前一加一等于二，3000年后一加一仍然等于二。”嗯，就有一些道理啊，它并不因为时间发生变化就丧失了它的价值。嗯。反而会因为时代的发展日益显现出它的真理性，会带给我们新的甚至更深的一些启示。我们知道啊，其实在孔子之前，中国古人的祭祀的种类啊，大体上可以分为祭祀天地、祭祀先祖、祭祀君师这么几种类别。这里的这个师啊，不是当代的人，是指的是前代的贤人。而文庙祭祀开创了中国祭祀史的一大变革。孔门弟子祭祀孔子，学生祭祀老师，并且从此成为一种传统，这是中国文化尊师重道的重要标志。那么还有更重要的，那就是在文庙祭祀当中啊，其实它体现了我们中国人的文化信仰和文化传承。所以啊，不论是在古代也好，还是在今天也好，我们重视文庙祭祀，是因为它绝不仅仅是孔氏的族人祭祖的这个家事，而是我们中国人在文化上慎终追远的国史。一个具有自信心和创造力的民族啊，一定会有一种包容的心态。他会尊重前人的智慧，珍视自己的传统，同时呢，善待外来的文化，从中择善而从。那么，也就是说，要立足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这样才能延续我们的民族文化，才能够创造出我们今天的精神家园。好，感谢两位老师精彩的讲解哈。那接下来呢，让我们把目光转向太原，去看一下太原文庙祭孔现场的情况。太原文庙始建于宋太平兴国七年，金明年间多次修缮扩建。清光绪七年（公元1881年）因汾河决堤而损毁。现存文庙为明代初年佛教道场崇善寺的一部分。崇善寺在同治三年（1864年）遭遇了一场大火，寺内大部分建筑被烧毁。光绪八年（1882年）。在时任山西巡抚张之洞的倡议和主持下，太原文庙在崇善寺前部分废墟上重新修建。太原文庙占地面积3.1万余平方米，建筑面积8000余平方米，建筑形制严格按照孔庙建筑修建，整体建筑坐北朝南，呈周轴线左右对称，
南北纵深为三进院落。从2007年起，太原文庙每年9月28日邀请山西社会各界人士举行祭孔仪式，共同缅怀圣人。好的，看完了太原文庙的祭孔现场，我们接下来把目光转向德阳，去看一下德阳文庙的祭孔现场。德阳文庙是中国西部地区保存完整、规模宏大、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文庙，素有德阳文庙甲西川之称。德阳文庙始建于南宋宁宗开禧二年，清道光28年至咸丰5年，又进行了大规模的修葺。现存建筑为清道光年间的基本格局。德阳文庙占地面积20800平方米，有古建筑20余处。文庙坐北朝南，三进四合院中轴对称布局，建筑布局以大成殿为中心，南北呈一条中轴线，左右对称排列，整个建筑雄伟庄严。如今德阳文庙利用传统节假日常态化开展元旦国学经典诵读、新春传统文化活动、春秋祭孔大典、开卷礼、成人礼、开笔礼等传统文化活动。我们可以看到德阳文庙今天的这场祭孔大典也非常的盛大哈，并且他们使用了这个大乘乐章六义五来集中的表现这个儒家的思想文化，来阐释这个孔子学说当中这个礼的含义哈。那想请问一下两位嘉宾，这个乐章和义五是怎样来表现礼的呢？乐章和礼，实际上这个礼和乐是紧密相连的，在传统的这个社会当中，因为我们好大量的这种这个义舞和这个就这个乐章之间，它实际上它是无论是在中国祭孔，还是在我在马来西亚还在印度尼西亚看到的祭孔仪式，都是不可缺少的一种表现形式。我觉得这两者是它是一种就是国家在定制当中，在传统的社会当中，传统的社会这个祭孔的时候，它有一些最基本的一些就是国家的规定性动作，这规定动作当中你在什么时候起手用什么样的舞乐，这个入手用什么样的乐章，它都是规定，它是就是我是用这个或者说我是它都是来自于诗经哈，因为中国的传统文化它是这样，就是诗、礼、乐，它翻起来有一些和，就呈现出我们今天的所谓的祭孔的这样的一个典范形式。其实，在祭孔当中啊，我觉得这个荀子对这个祭孔礼乐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说法，不是祭孔了，就是礼啊。礼有三百，说礼为什么？这天地者，他说是生之本，先祖者是类之本，君师者是智之本。礼，我们今天的祭孔礼乐说到是尊先祖而隆君师。先祖我们大家知道，我们要上是天下是地，我们要祭天祭地祭先祖，大家都知道。那么我们为什么要祭孔呢？孔所代表的就是那个师。那个诗是什么呢？那为什么我们今天要祭诗呢？是吧？我们有两个生命，我们一重生命就是我们的自然生命，我们父母所给予我们的自然生命，另一个生命就是我们的师长所给予我们的精神生命、文化生命和道德生命。我们正是在这个文化生命和这我们的自然生命发生冲突的时候，中国儒家他有一个孔子有一个杀身成仁，孟子有个舍身取义，我们的精神生命、我们的道德生命都高于我们的自然生命，所以我们才有了杀身成仁、舍身取义这样的含义。所以在我们的这个今天的祭孔，在某种意义上说到底，
就是来礼敬我们的那个精神生命和礼敬我们的道德生命。所以祭孔这个仪式，我觉得在某种意义上来讲是什么，祭孔你内心有孔子，那孔子是一种教养，内孔有一种教养，你祭的不是外在的对象，甚至于你祭祀的首先是你内心的那份孔子。所以我们说刚才刘教授也特别强调说，一个要这个诚敬的这个心来对待我们今天的祭孔活动。嗯，刘教授还有什么要补充的？乐舞啊，这个从来都是祭祀礼仪当中的重要内容。嗯，在隋唐之前呢，其实还没有专用的祭祀工作的乐章。嗯，在南北朝的时候，乐奏登歌，就是乐工啊登上堂内，来演奏。演奏什么呢？演奏的是宣旋之乐，就是把这个乐器啊陈列在东西北三个方向。嗯。把南边闪出来，因为面南为王，那是天子礼。那到了隋唐时期才开始有专门的祭祀孔子的乐章，啊，先后用夏、安、和、顺、宁等等这些就寄予了美好愿望的文字来命名。乐和舞是密不可分的。出现、亚线、中线这个三线，一定是有乐也有舞。那么其他的各章呢，就历代的规定不一样，不一定是同时有乐有舞。每一个乐章，它是用四句话，八句话，每句四个字，用32个字来表现。每一个舞蹈的动作，就象征了，就像一个象形似的。就代表了一个字，所以我们说啊，祭祀乐舞它是一种名副其实的叫舞蹈语言，它用舞蹈在说话。那么义舞啊，它从规格上来说啊，它分为比如说8义，就是88、64个人，嗯，啊有6义，66、36个人，嗯，当然还有小8义、小6义啊，这是一种规格的分类。那么从属性上呢？这个义舞还分为文舞和武舞。为什么要有文舞？因为是继承了先王之道嘛，它是一种文化的传承。这个文舞当中啊，这个义舞生他手持的一个是笛，一个是乐，右手持这个笛，上面有华美的羽毛，它象征了飞翔，代表了天。左手持的这个乐，它是用地上生长出来的植物做的，那它就象征着地。而手持这个笛和乐的这个武生啊，那它呢就是人啊。天地人三位一体啊，人处于天地之间，它代表了我们这个民族千百年来处于这片天地之间对于宇宙社会人生的理解。那么同时啊，这个笛啊，它上面有华美的羽毛嘛，它就又象征了礼。笛和礼本来就是谐音的。这个乐啊，它是用来吹奏，其实它就是一个笛子的形状，那么它就象征着乐，和而为礼乐。那么什么是舞舞呢？我们说就是四殿古礼那个时期啊，它是跟天子征伐相关啊，战争取得胜利之后到庙里面去试殿去告祭，手持干戚，就是盾牌斧头。文武颂扬的是文字，那么武武颂扬的就是武功。嗯，好，感谢两位嘉宾刚才给我们详细解释了一下这个乐章和义舞对于礼的这个呈现哈。那我们还想这个礼乐文化哈，我们现在来看，其实不光是刚才我们看到了很多地方，其实今天呢，我们导播说，在遥远的新疆，其实也有学校在进行这个祭孔的仪式哈。那两位专家觉得，现在我们儒家的这种礼乐文化，对于我们当前民族向心力的形成，包括国家凝聚力的形成，起到了一个什么样的
推进的作用？梁老师，当然中华文化作为是一体多元的文化，它是一个非常包容性开放性的文化体系。我们大量的大家可以看得出来，从这中华民族它本来就是就多民族的一种这个统一，那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民族的象征符号，但大家可以我们可以看从这个就是元明清以来，我们大家刚才看到的那个建水文庙说在云南，云南地区、贵州地区、西南地区，在传统意义上那个地方是土司啊，是吐蕃呀，就土司它是主政的，那后来改土归流以后，汉民族的文化疏远过去了，这个考中进士状元的这些人过去做官了，他们随时把文化也带过去了，把这文庙这些东西也带过去了，就是大大的促进那个地方的文化的发展、教育的发展，也促进了少数民族的话语权，少数民族他也通过科举取士也出来做官了，参与国家行政管理了，是吧？他们的不仅提高了当地的这种，促进了当地的经济的开发，也提升了当地的文化教育的水平。所以我们中华民族就是要不要一个统一的，或者儒家文化，我们可以这样讲吗？儒家文化就是人的文化，无论是新疆人也好，还是蒙古人也好，还是西南地区的所有人也好，我们要做人，要做一个就是做君子那样的人。那么儒家文化就给提供了我们这样的一个思想资源，说我们说这个无论是中庸还是孟子都是仁者仁也，这个仁爱的那个仁啊，就是人民的那个仁，或者仁爱的这个仁就让你去做一个理想的一个人，会立于天地之间那种大仁那样的一个君子。说在做人的意义上，在成就理想人格的意义上，这个是不分你是新疆人，你是蒙古人，你是不同少数民族的人，这是一致的，这是统一的，是吧？这是中华民族和别的民族的这个不同之处。所以我们今天要想这个维护这个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我们民族这个整个的56个民族，我们找一个最大的公约数。你可以信佛教，你可以是佛教徒，你可以是道教徒，你可以是伊斯兰、穆斯林，是吧？你可以是不同的信仰，是吧？你可以信不同的东西，但是不管你有无数个信仰，但是我们都是人的信仰，我们都要做人，回到做人的意义上，做好人，做君子，做圣贤的意义上，我觉得儒家的这样的思想系统，它就有着就是民族的共同的思想基础或者精神基础。所以我们就主张，无论是新疆，尤其是新疆南疆北疆地区，我就给有好多同学说，我们那个地方要多建一些文庙、哎，多建一些书院，让《论语》传过去，和新疆人的那种古老的智慧相结合，让新疆文化和汉民族的文化有更多的交融汇合的地方，这样的话才能维护我们边疆的稳定啊！让他们要理解我们的文化，我们也理解这个少数民族的文化，来共同维护边疆稳定和民族的繁荣，我这是一个很非常重要的精神支撑。嗯，确实是。像严教授刚才说的，儒家学说，尤其是刚才严教授提到的人的思想，应该是不分民族、不分种族、不分信仰哈，具有一个普世的这样一个价值。好的，那么我们继续呢，把目光再回到祭孔的现场。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去正定看一下正定文庙的祭孔现场的情况。正定古称常山、真定，历来为郡、州、陆府的治所，所以正定县既建有府文庙，又建有县文庙。此次辛丑秋期试殿礼地点为县文庙大成殿。
这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文庙大成殿。1933年，建筑教育家梁思成先生考察时，将其定为唐末五代遗物。正定文庙是殿里于2005年恢复举办，是河北省内文庙恢复最早的祭孔礼仪活动。此次辛丑秋期市殿礼由河北省儒学会主办，按照传承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要求，较为严谨地去实践传统礼仪。我们看到正定采用的也是市殿礼哈，尤其服饰上非常有特色哈。我们接下来我们想聊一聊关于这个服饰的这个问题哈。我们两位老师觉得能够代表我们中华民族，尤其是汉民族这个特色的这个服饰是什么？因为我们知道很多少数民族有自己独特的这个服饰装饰哈。那汉民族能够代表汉民族的这个服饰是什么？又有什么样的文化内涵在里面呢？我们请刘院长先给我们讲一下吧。我个人这个觉得，现在这个我们中国人就是没有自己的国服，这个是历朝历代以来其实我们中断了这么一个传统，这就使得就是我们在很多重大礼仪活动的时候就有一个选择困难症。主持人刚才问你说什么代表了我们今天的这个国服，我看现在还没有，还没有。现在社会上啊，就是有一种汉服在复兴的一个概念。当然从名称上我觉得是不是用华服更合适一些，因为汉服啊它好像这个限定的范围啊有点窄。我们说这个中国有服装之美，故称之华；有礼仪之大，故称之夏。这就是华夏。那么服装和礼仪它是一而二，二而一，它是一回事。服装体现礼仪啊，你比如我们今天的这个祭孔活动，这个我们应该穿什么样的服装？不论是采用明制的文庙还是采用清制的文庙，这个服制啊都指的是台上的义务生执事人员，他们穿的所谓的是明朝的服装还是清朝服装。但是我们这些参与祭祀的人呢，我参加这个祭祀活动的时候，组织者都会通知，提前通知说要着正装。什么是我们的正装？那有的人穿西装，有的人穿中山装，有的人穿唐装，但是台上是古代服饰，台下是五花八门的所谓的现代正装，给人一种穿越时空的感觉。2002年的时候，就是我在这个策划和组织曲阜孔庙祭孔大典的时候，我们设计了一种用曲阜当地的土布，就是卢锦啊，制作的黄色的儒巾，挂在肩头。这个一边呢绣着孔子像，另一边呢绣着祭孔大典的标志。是想，既然服装无法统一，那么就用这个儒巾啊，尽量的营造一种整齐装束的一种氛围。当然啊，这个我们设计的初衷是要把这个带孔子像的这一端放在左边，就是靠近心脏的地方，来体现我们内心对夫子的尊重。同时呢，借助于佩戴如巾的这个动作，借以提示参与人员转换情境，转换调整心态，尽快的进入这个祭祀的氛围。但是服装的问题仍然没有真正解决，历朝历代从来没有出现过乐舞执事人员着一朝服饰
其他人员着另一套服饰的这种状况。所以啊，我觉得现在这是一种非常重大的需要迫切解决的一个问题。嗯，其实我们三位这个今天穿的服饰也各有不同啊。严老师怎么认为我们这个服饰当中应该体现一个什么样的文化内涵，尤其是我们在今天来探讨儒家学说、探讨孔子的时候？我觉得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穿我们的生活服装就好，很好了，是吧？你或者说你愿穿什么就穿什么。嗯，大家知道出席一些重大的场合，好比你出席祭孔仪式，我们今天要求穿着正装。那么就刚才刘教授说的，什么是我们的正装啊？我们的正装在哪里？大家穿的是中华立领，我也有你们这两件衣服。嗯，但是我今天导播说你不要穿这个衣服，叫我穿这个衣服。嗯，这个衣服也是代表的所谓的今天人走到大街上也与普通的衣服不一样。这今天我这个衣服也是所谓的人说是汉服也好，什么也好，其实我的衣服就过去打工仔穿的衣服，就平民百姓穿的衣服，是吧？我觉得我们打工仔平民百姓穿的衣服在今天你看设计出来也不错。嗯，所以它有传统的韵味，也有传统的这个美感。嗯，对吧？我觉得什么这个刚才刘教授的观点我认可，我们出席像祭孔这样大的祭祀活动的时候，大家衣服能够做到统一或者一致比较好。那在今天无论是大家看今天的我们在台上，无论是五月生也好，李赞也好，还是干嘛上台的人员也好，我们可以看到穿这个衣服和台下这个衣服的反差太大。嗯，那这样反差大的一个结局会造成什么结果呢？就会造成一个，就是那些人在表演，嗯，我们是观众，我们在观礼，融入性不强哈。哎，我们不能台上台下融为一体，大家共同参与。说我主张祭孔是什么？祭孔是人人可祭，人人能祭，人人参与这样的一个活动。那这样的活动在于什么？我觉得下一步我们可能真正的走向全球祭孔，走向一个普遍性的活动。我就不要太繁琐太复杂，那个帽子你得半天戴不上，戴上一个小时以后头压的头晕，是吧？因为我经常做这个，就大成殿前我经常参加作为主祭官参加那个祭祀活动，我就那个帽子那个衣服有时候那袋子什么走上走下你不小心踩到了，是吧？踩到那个东西显得很尴尬。所以怎么办？我们这个21世纪的中国人的祭孔服装应该怎么办？要不要推陈出新？我们是恪守明代的呢，还是恪守这个清代的呢，还是恪守民国呢？民国时期它是有国服的，中山装那是孙中山先生所设计的，说他每一个口袋每一个扣子每一个什么东西它都有含义，它是那样的。那我们今天需要什么样的？我觉得我和刘教授、刘院长一样，我们也期待，是吧？中国的国服、中国的国装能够推出来，而受到大众的认可。嗯，既庄重、典雅，又代表着中华民族的审美趣味和审美需要，还有一个时代特色。哎，还有自己的时代特色。对，确实，在一些正式的场合，哈，服饰不光是用来遮体。用来御寒，更多的呢它可能要代表一定的文化内涵，有一定的民族的符号啊。好的，那我们继续呢跟随镜头一起去到祭孔的现场，接下来我们去到胶州的孔子六义园去看一下。胶东半岛孔子学堂推广指导委员会组织社会各界人士在胶州少海孔子文化广场举行祭孔典礼。自2016年园区建立以来，已连续5年举办祭孔仪式。今年祭孔大典以琴瑟和鸣开场，10余名古琴老师现场弹奏古琴，仪式采用六义舞现场祭奠。36名穿着传统祭孔服装的舞者，在端庄典雅的鼓乐中，按照固定的行列跳起六义舞。
特邀请中国孔子基金会文化大使、著名歌手刘大成现场倾情献唱。当地中小学生代表、教师代表、企事业单位代表人员300余名现场集体诵读《论语》名句。嗯，刚才我们看到的是，胶州的6亿元的这个祭孔现场哈，想先请，两位老师给我们讲一下什么是六艺。严老师啊，六艺，中国传统人所说的六艺有大六艺和小六艺之称。嗯，小六艺呢，就是诗书礼乐艺，不是，就是礼乐射御书数。就，但是，这个大六艺是指的六经，就我们今天的。就诗书礼乐易春秋，我们今天所说的六艺，大概它这个六艺啊，既包含着大六艺的成分，也包含着小六艺的因素。就今天说六艺的时候啊，你应该是两方面兼具啊。这个从小六艺的角度来讲，我们今天好多的这个孔子学堂、啊、还举行这个射是吧？礼乐射御。御呢就是驾车，那今天的司机啊，就是今天这个驾驶，我叫他自行驾驶以后，这个司机的培训班可能也没了，对吧？礼御，御是在孔子那个射和御，是在为战争服务的，是吧？这那个御相当于今天的坦克车的那个车手，那个御那个射就相当于那个用来射箭的，那用来。也是用来狩猎是吧？用来射箭，这样两个东西作战当中用的，是吧？礼乐礼这个射御书数，书就是书写了啊。今天我们就大家好多地方有书法班，数当然就今天的数学。其实那个时候小六艺是孩子就是阀门教育最基本的6种素养，那个大六艺呢？直到今天我们这些从事国学研究的就是儒学研究这个人员，我们今天把大六艺研究精通了吗？没有，我们还是学生，我们是在不断的发蒙过程当中，所以中国古人讲的活到老学到老，大概我们也不断的在学习当中取得一些进步啊。但是知识上可能到了我这个年龄60多岁以上了是吧，知识的那种吸收是吸收的快，是忘得也快，但是那我们为什么还要学习，还在不断的学习，在温故学习，一方面是为了温故知新，另一方面是什么？提升自己的境界，涵养自身，就是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使自己的行为规范就是更加合理，让人看到就是你这个人一看是一个文化人是吧，我觉得这个你是个文化人的时候就达到了一人化人，一文化人，一文育人这样的一个目标。嗯，另外哈，其实今天我们通过这个祭孔现场、啊、也发现各地这个文庙的名称哈，其实也是各式各样的。我们想请刘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确实呢，这个不论是在各地的约定俗成当中。还是在研究者的学术表达当中啊，就是文庙的名称啊，一直处于一种，就是我用一个词儿，就是比较散乱的一个状态。啊，文庙、孔庙、夫子庙、先师庙、至圣庙、儒宫、学宫等等等等，可能有几十上百种。其实我们看啊，就是文庙的雏形。它其实就是从孔子的故居发展起来的，在文庙的雏形时期，至少有3种力量发挥了作用，一是官方，鲁国官方有举措；二是呢孔子的弟子和家人有纪念；第三啊是鲁国当地的老百姓有举动有行为，感念孔子啊，很多人啊。搬迁到孔子墓的旁边，在那里聚居，形成了一个特殊的居民区，当时就被称为孔里。
所以我们看，就孔庙在它形成的时候，就同时具有了家和国两个象度的内涵，既具有家庙师学的意义，但是呢，它又逐步超出了一家之师，成为了中国文化的一个代表性建筑。我们看啊，这个从唐玄宗封孔子为文宣王开始，实际上家庙师学的色彩就越来越淡化，逐步纳入了国家礼制的管理体系。后代孔子的封号啊，大多都带有一个文字，那这表达了孔子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巨大影响。文庙的名称啊，就是根据这个封号的变化不断调适的一个结果。到了明代，国家明确规定称文庙，地方学校称儒学。为什么这样呢？文庙里面除了孔子是主祭对象之外，还有师辈啊，颜真师孟四位圣人，还有十二子啊，孔子的十一位弟子加上朱熹、朱子，还有历代的先贤先儒啊，所以说我们说孔庙，那容易理解成孔庙的就是孔子，但是呢，它实际上它里面还有历代的文化先贤，所以实际上不仅仅是孔庙里有孔，而是文庙里有文，我们觉得这个文庙的名称啊，应该是更贴切、更合理的这么一个表达，虽然文庙从它的性质上有国庙、学庙、家庙、纪念性孔子庙等等不同的这种称谓，但是呢，它祭祀的实际上是一整套文化体系。凡是能够列入文庙、从事于孔子的，都是传统社会，都是他那个时代典范人物，事实上形成了中国文化名人堂和历代先贤祠。因此啊，称之为文庙啊，可能更准确的能够表达文庙的文化内涵，也有助于啊加强我们对文庙它本身的理解。好的，感谢两位老师给我们带来的讲解。那接下来呢，我们把镜头继续回到祭孔的现场，来看一下上海崇明学宫祭孔的情况。崇明学宫是现今上海仅存的三座孔庙之一，也是目前上海地区占地面积最大的一座孔庙，现为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上海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崇明学宫始建于元泰定四年1327年，后随县制多次迁徙。崇明学宫建于明天启二年1622年，迄今已有近400年的历史，现占地23.21亩，其明清建筑群气势恢宏，规模壮观。此次祭孔典礼是上海孔子后裔联谊会组织策划，表达对孔子的感念之情。静静
好的，刚才我们看到的是上海崇明学宫祭孔仪式的画面，接下来让我们把镜头转向武威，到武威文庙去看一下那里的祭孔现场的情况。华夏文明璀璨夺目。武威文庙位于武威市凉州区崇文街，由儒学院、孔庙、文昌宫三部分组成，始建于明正统24年1437至1439年，后究明成化、清顺治、康熙、乾隆、道光及民国年间的重修扩建，逐成一组布局完善的建筑群，迄今已有500余年，全国三大孔庙之一，被誉为龙石学宫之冠，是目前西北地区建筑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文庙。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武威文庙的祭孔仪式的情况哈。我们都知道武威有很特殊的历史和地理位置哈。那其实儒家思想呢，从汉代开始就已经在武威这个地方生根发芽了。我们怎么样去看待这个儒家文化有这么强大的传播力呢，严老师？儒家文化的特色是在于礼文来学，魏文王教。什么意思呢？你觉得我的这边的好，你觉得我国的文明好，你觉得我这个地区这个文化程度高，文明好，你向我这种人来学习。我不是要把这文化推出去，传统是这样的啊，我只说传统，说历史的传统一般是这样。我们中国的政治统治的这样的一个主教到哪里，文化已经先到那个地方。所以文化的传播它是无远弗届的，它是没有边界的，是吧？你政治统治是有区域的，文化的占领是没有区域的。所以大家看儒家文化作为人类的文明三大文明之一哈，它能发展数千年，绵延而不绝，它能广被不仅是整个的这个东亚这个区域，甚至到这个明末到明代的时期啊，明朝晚期啊，它通过传教士也传播到欧洲去。在欧洲启蒙的思想家的前期，曾经一度兴起全盘华化论。我们有全盘西化吗？西方曾经有过全盘华化，有这样的东西。所以好多的启蒙思想家对中国的历代的这个思想经典是非常的膜拜，为了当然也有一些像黑格尔那样的人的一种就是不同的声音啊，一直影响到我们今天的好比日本、朝鲜半岛乃至东南亚一些区域。我说只要有华人的地方，他的心目中都有他所理解的独特的那样一个孔子。实际上华人到哪里就把中国文化带到哪里，也把我们的文化教养带到哪里。所以我去欧洲去就是做文化这个一些演讲的时候，我说凡我所在即是中国。如果你作为一个儒家的
使徒，或者作为一个儒家的信奉者，我说你礼敬孔子，你心中有孔子的话，我凡我所在即是孔子，我到哪里孔子就到哪里，我到美国去我把孔子带到美国去，说我到阿富汗去我把孔子带到这个阿富汗去，因为孔子代表的就是我们刚才说文庙那个事情，因为文庙它是斯文在兹啊。什么是斯文？斯文就我们经常讲的礼乐。这孔子说文王寂寞，文不在兹乎，这周文王代表的是礼乐文化传统，这到周文王去世了死了死去五百年了，那么华夏文化要想不灭绝，那这样套斯文这套礼乐文化在哪里呢？当然孔子就说在孔子这里。所以大家只要到孔庙去，有一个匾额叫斯文在兹，这四个大字，斯文在兹，斯文就是一种教养，就是一种文化，就是中华的礼乐文明，就这个东西。凡我所在，我说既是中国文化之所在，每一个中国人都体现了中国文化。所以当我们的好多的这个好多人到了新疆，到了武威，到了不同的区域，当然他要建孔庙，他礼拜孔子，礼拜孔子的礼拜中华文化，礼拜孔子文化的两个目标，一个是什么？建学校，建华文学校，说东南亚地区有好多的华文学校，这一个他要建孔庙，你叫孔庙行，叫文庙行，叫圣庙也行，其实曲阜那地方那个庙叫至圣庙，是吧？那你说至圣庙的里边先师先哲这些人怎么办？其实很简单，他们是学至圣，他们向圣人学习，他们都是圣人的徒弟或者圣人的学生，不同时代学圣人的人，说你叫圣庙也可以，对吧？他不同的时代还有不同的一种转化的一种方式哈。我觉得这是中国文化不仅现在有影响力，它未来会有持续的影响力。为什么呢？那陆九渊说过一句话，东海有圣人出焉，心同理同，西海有圣人出焉，心同理同，东西南北海有圣人出焉，心同理同，千古以上有圣人出焉，心同理同，千古以下有圣人出焉，心同理同，天下无二道，圣贤不两心。什么意思？就是说他是为人之道，做人的底线，又是做人的最高目标和最高理想。只要你不想做人则已，只要你想做人啊，好了，学习孔子，以孔子为师，或者师发孔子。我作为老师，我就心中常常想，我能达到像孔子那样的老师的标准吗？是吧？孔子是怎么对待学生的？我是怎么对待学生的？我有距离，那好了，那我就好好的学，向孔子学习。好的。那关于儒家思想以及孔子学说，更大的这个传播力哈，传播影响，我们稍后再深入的讨论。接下来呢，让我们还是把镜头回到祭孔的现场，来看一下位于大连的连海书院的祭孔活动。连海书院由大连图书馆原馆长、文物金石专家张本义先生创办，坐落在大连市金州区东沟旅游区，建有文林院、文政院、文素院、乐园亭、韩远山房等建筑，为典型清代大连地区二进四合院，建筑特点为硬山、清水屋脊、木构双椁排檩框架、青砖阴阳瓦上式精美砖雕，始建于清光绪初年，原址位于金州城内爱民街麦家弄。2004年，由张本义先生按照原貌、原尺寸、原材料迁建于此。迎神越奏宣平之章，众官皆跪，拜。
伯，行出献礼，越奏昭平之章，以冠其所。好的，刚才我们看到的是大连连海书院的祭孔现场的情况。今天呢，通过我们的镜头呢，带您领略了全国各地祭孔仪式。那现在呢，让我们把目光转向海外。历史上以儒学为核心的传统文化，经由丝绸之路传至东南亚、欧洲及世界各地，在文化交流互鉴和融合汇通中，构建起儒学文化圈，逐渐成为世界文明进程和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下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韩国温阳乡校，了解祭孔仪程在海外的发展。乡校是韩国历代教授儒学、祭祀孔子与朱圣贤的地方教育机构，在中央设成均馆，是国家的最高学府，在地方各道合宜设有乡校，至今已有878年的历史。如今乡校在韩国仍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有儒学教育和祭祀圣贤两方面的功能。近20年来，
温阳乡校一直保持着传统的品德教育理念，每年的寒暑假都会为中小学生教授古籍经典，传授忠孝仁爱等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好的，我们现在看到的是韩国温阳乡校的祭孔的画面。其实我们刚才跟两位老师也探讨了儒学的传播力哈，影响力。那我们想请两位老师再给我们介绍一下儒学在韩国的这个传播和影响。杨老师，儒学在韩国的影响应该说是非常的深远。日本儒学实际是通过韩国传到日本去的。那么由于这个韩国啊，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有人说是在三国时代儒学就已经传到了韩国，所以韩国的乡校非常的普遍。而乡校这个东西，大家知道我们学过课文的时候，中学课文的时候，上中学的人都知道有一篇文章叫子产不回乡校。乡校是中国古已有之，但是在中国今天我们还存有多少乡校我们不见了，我觉得这是非常可惜的。乡校在今天，我说我们今天，我在21世纪我们重新建乡村儒学，在某种意义上就想恢复这种乡校。2014年我们到韩国安东去开这个21世纪价值的那种人民价值会议，韩国的乡校有60多家乡校都有他的代表团去出席这个会议，出席这个会议他们就作为听众来出席会议。那如果我们今天，我们现在正在做尼山论坛，我们尼山论坛有没能组织起60多支队伍到现场去听专家的演讲？我对那次韩国人的那个会议，我只觉得非常震撼。他们呢，当时也搞了一个大型的祭孔仪式。他们做祭孔的时候，我们那个代表团的那个团长就是许家禄先生，是我们儒学高等研究院的这个院长，他不是名院长，他是我们的院长啊。他给韩国的那些祭祀官一起出席那个就是一线，就是我们说的初线、亚线是吧？三线，他是作为亚线出现的。他老先生给孔子要，他说当时要祭拜前后跪拜24个头，24次跪拜。他说呈现出那个礼品还非常的丰富。他不仅要祭孔子啊，他要祭司配啊，他要祭先贤先儒啊，他要祭他们地方的先贤，韩国的先贤。他的那个庙的那个就是那个祭祀活动，基本上是保持了我们明代的那样的一个祭祀风格、祭祀活动。大家所看到的，我这是一个，我到韩国的乡校我去过，我不仅去过，我参加过他们乡校的一些活动。乡校的那个儒生对儒家是非常虔诚的，他们有真正的儒教徒。儒学在韩国好多心目中当中是他的精神信仰，是他的寄托。我到一个韩国的一个这个乡校里去，一个老先生带着几个研究生，他说那天是正好是这个学生不多，让我去亲自参观礼拜。他们是用吟诵的方式，吟诵的是周敦颐的《太极图说》。我当时很遗憾，我们也拍下那个视频了。那我们中国的学生还懂吟诵吧？还用那个吟诵的方式来进行读书吧？所以我们经常说韩国把这个东西申请为它的文化遗产，把那个东西申请文化遗产，我们中国人觉得不舒服，好像好多东西都是韩国的。那为什么呢？韩国在某种意义上比在文化的传承上他比我们更加保守，他守的原汁原味的东西更多。
我个人是这样认为的哈，我这不是宠韩，我没有宠韩病，我就事实说话，韩国给我呈现的这个东西，那么对着韩国人见那个大儒，见那个大师大儒，年龄很大了，他陪着我，就我们几个这个我是梁成武教授，他是我的上代的学者，陪我去看那个乡校的那个大儒那个老先生，那韩国的政府对他是特别特别的崇敬的那个大儒，所有人见那个大儒都要给他叩头，你知道吧？磕头。那我们一说磕头就是封建，那韩国人磕头他就不封建吗？韩国是资本主义国家呀，是吧？我们能对孔子鞠躬，今天就不错了，对吧？他们是磕24个头对所有的乡贤，我说是这样。所以我们好多地方，我说为什么说礼失而求主也，是吧？这中国以外有些地方还保留着中国文化的那个元素，比我们保持的还纯粹。说这一点上，我们有时候我们现在中国人应该好好的自我反省吧，自我检讨吧，是吧？我们去学习人家，我们把我们礼失求主也的东西，我们重新找回来。我们今天把它发扬光大，我们能不能做到比人家更加虔诚、更加礼敬，比人做得更好？我们也把它作为世界文化遗产。那祭孔大典可以作为这个祭孔大典，我们把它推向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啊。我们今天的祭孔，我们看我们合格不合格，我们有没有那样这个资格，是吧？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一部分，活的一部分，不断的进行发扬光大。嗯，所以这是我特别有感慨，看到韩国的那个乡校的活动。刘教授怎么看？儒学思想在海外的传播，简单的给我们表达一下您的看法。就像杨老师所说啊，这个朝鲜半岛啊是最早传入儒家文化的地区之一，应该是在1世纪就已经传入。3世纪的时候啊，在朝鲜半岛就已经开始举行祭祀孔子的仪式，而且它没有中断，非常难得，一直延续到了今天。当然它也有它自己的特色，你比如说它的文庙里面它保存了当然孔子祖祭四配保留，但是它取消了就是我们的两吴里的先贤先儒，把中国的宋六贤以及他自己的叫东国18贤，就是李退西、郑梦周这些人呀，也请入了大圣殿里进行奉祀。这就是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强烈的象征，就是儒学在他这个地方是生根了。就是在融入韩国的文化体系，在韩国的文化体系当中生根发芽的这样一个展现哈。没错。好的，感谢两位老师的介绍。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把目光投向大洋彼岸，来看美国。由美东山东同乡会、美东山东总商会、美国孔子教育基金会联合主办的第5届孔子文化节中秋祭孔与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2周年活动于当地时间27号晚7:30开幕。美东山东同乡会会长王立志先生在致辞中说，在新冠疫情泛滥和国际形势紧张的今天，我们更能感受到孔子思想充满了智慧的光辉。子曰：“子之所慎，其战及。”孔子把极易看成与祭祀、战争一样需要格外慎重的大事，这充分体现了孔子思想的高度和深度。极易肆虐，中国表现出高度的敬畏与谨慎，更显示了中国文化生命至上、人民至上的基本精神。纽约政商各界华人参加了此次活动。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对中华文明的发展和传承发挥着巨大的作用。至圣先师，万世师表，这是中国对孔子的赞颂，也是世界对孔子的评价。值至圣先师孔子诞辰，我们也采访了几位外国友人和中国传统文化爱好者，
他们也在镜头前表达了对中华文化的热爱。中国朋友们，9月28号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是孔子诞辰的日子。巴拿马共和国政府和人民给你们送上兄弟般的拥抱。中国文化以人的发展为基础，体现在每个人的精神上。要了解中国人的灵魂，仅仅学习他们的语言、服装或美食是不够的，也有必要了解几千年来影响其每个人的哲学。儒家思想旨在教育和弘扬道德价值观，尊重人的尊严，治国之道，必也先学习了解儒家的理想、美德，即仁义礼智信。孔子的思想使我们努力建设一个为所有人民提供公平和和平与发展的更美好社会。我们代表巴拿马政府文化部和全体巴拿马人民，对孔子诞辰及其为世界留下的宝贵思想表示由衷的敬意。我是韩国孔子学堂孔子文化中心总负责人朴红英。我们中心自2017年经中国孔子基金会授权在韩国成立以来，在中韩两国间做了很多关于儒家文化的研究和交流活动。孔子基金会的领导先后两次到访韩国孔子文化中心，并与韩国最高儒学机构交流，一起举办过中韩吟诵等活动。中韩两国有一脉相承的文化，就是我们的传统儒家文化。欢迎国内外各孔子学堂及热衷于儒家文化事业的各位同仁来韩国孔子文化中心访问，谢谢。这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我希望，蒙子，然后孔子，那个中国人的心里，就很相信，学讲就会，住，那个中国人的心里面。저는한국공자연구원원장이원입니다공우자탄신2572주년을맞이하여유교문화가600년이어온대한민국에서축하를보내드립니다감사합니다大家好我是李玉姬我是千书我们是通过韩国孔子文化中心孔子学堂了解儒学认识了孔子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我觉得他的名言在我们这个时代同样也适用永远不会过时志之近乎勇不学礼无义利以利待人才能以利服人我从小就听说过孔子的教义，因为孔子在我们国家很著名，我们国家非常重视他的教育理念。我最喜欢的儒家教义就是“人而无恒，不可以做巫医”。在《论语》中有两句话对我印象很大，一个是“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就像我们俩一样，来自不同的国家，变成个很好的朋友，这个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情。儒学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主流，那当下弘扬儒学思想，对中国发展新时代文明有什么样的现实意义呢？就此，我们也特别采访了场外的专家，一起来看一下。那特别重视这个礼的教育，所以就是啊，这个孔子当年教育学生啊，也叫观之以礼乐。那么礼啊，它是讲培养人的敬的，以事礼教敬。
那么礼的形式这个固然重要，但是礼的内涵更加重要。那么礼当然有礼的形式，有礼的内容，有礼仪，还有礼义，礼的仪式和礼的内在意义。那么我们今天不论采取什么样的形式，但是啊，不能离开它的内在精神。那么我们有时候举行一些祭祀礼仪，举行各方面的礼仪的时候啊，我们当然有一套形式，但是这种形式不必拘泥，只要表达它的意义，这就够了。所以最重要的呀，是内在的礼义。所以今天我们这个如果进行礼仪教育，如果进行礼仪研习啊，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啊，这个我们用形式表达内容。我以为呢，发展新时代文明，就是要面对新的时代，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解决好我们古人一直关切的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身心的关系问题，以其天人合一、人际合一、身心合一的思想，曾把中国推向一个理性的文明的社会。在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如果我们自觉地利用这些文化资源，对其进行创造性的转化，也会为我们今天的新文明建设做出积极的贡献。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需要文化的引领，精神的支撑，需要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中汲取营养。当今现代的市场经济以商业化趋势导致了个人主义、功利主义、拜金主义、消费主义大幅扩张，弘扬儒家思想这种与现代化市场经济相补充、相制约的伦理价值和世界观，可以改善社会的伦理生活与精神生活，满足现代社会对于新时代文明的要求。也可以说，礼仪文明涉及到了一个民族文化的基本的耻感的建立，同时呢，也有一个基本的敬畏的建立。而有了耻，有了敬，你才能说我们是一个脱离了禽兽状态的一个文明人、一个礼乐人、一个文化人了。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通过祭孔这样的活动啊，让更多的人了解到我们这个中华文明的礼乐教化。而我们人类啊，之所以是人类，就是因为它有基本的啊价值的信仰，能够做到啊安顿当下，同时呢追缅远古，同时也能展望未来，你才能说你是一个文明的传承人。那么我们展现中国特色，如果没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我们的中国特色将无从谈起。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这些范畴、这些概念，我们对比一下我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整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的内涵和儒家思想内涵是几乎完全一致的啊。所以说，这就是说，我们通过纪念孔子、彰显儒家思想，来打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能够使我们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人心，起到我们文化复兴的目的。那么，如何让年轻一代认识孔子、喜爱上儒家文化呢？就此问题，我们也请场外嘉宾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孔子和儒家呀，这个我们今天说起来好像是一个学派，是一个学术，实际上这个孔子儒家关注的就是人们的这个日常生活，关注的是人伦日用，关注的是啊我们立什么志成为什么人，这个孩子们、这个学生们，他们要走什么路啊，要做什么人啊，其实都离不开自己的传统文化。儒学其实很简单，但是呢儒学又真的很不简单。它实际上说到底啊，就是我们要成为一个什么的人，关键是啊我们这个从哪里出发，怎么样走。
所以就说啊，儒学走进青少年啊，实际上是很简单的。我们啊，这个谈到一些句子的时候啊，好像它显得比较艰涩，但是呢，它只是啊，因为我们时空的隔绝。但是真正去理解它的内在精神的时候啊，它实际上啊，又离我们很近。所以呢，就是如果我们今天讲孔子讲儒学，如果你讲的这个他们都听不懂，实际上说不定已经背离了儒学精神。我想呢，关键的也是首要的，就是要让年轻一代从真正认识孔子、了解孔子和儒家思想的文化价值开始。例如，我们追求的理想社会是和谐，我们在政治上向往的是仁政，我们追求的理想人格是君子，我们尽力保持的民族性格是中庸和平、贵和尚中，我们的文化精神突出的是道德信仰，尊重的是道德理性、实践理性，我们坚持学思结合、温故知新的学习态度和方法等等。苏起源呢，都是来自孔子以及他的儒家思想。总之呢，了解和认识孔子和儒家的文化价值，树立起我们的文化自信，才能真正从心底热爱孔子和儒学。一是要发挥学校教育的优势，让儒家文化真正走进课堂，成为学校人才培养的必修课；二是要注重家庭教育的影响，中华民族发展出了底蕴深厚的家风文化，在家庭教育中要营造良好的家风，在弘扬孔子和儒家文化上下功夫；三是要做好儒家传播工作，儒学的传播要与时俱进，不能只限于圈子文化，要充分地运用现代先进的传播方式和手段，发挥新媒体的传播优势，让年轻人更容易、更能够接地气地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和影响。我觉得那就要首先从读《论语》开始。我觉得其实《论语》它是一个承载了中华道统的一部经典。如果说对这个经典浅尝辄止，或者说是束之高阁，事实上我们呢也就只能成为一个只求知不求道的这么一个人了，那将是我们很多人的遗憾。所以我们借着这次全球祭孔大典的这个云祭孔这么一个活动我也希望能够向更多的人传递我们对经典的一种学习，同时呢也让更多的人呢都参与到对经典的这个传承中来。因为每一个人其实都应该是一个经典的阅读者学习者传承者和践行者我相信真的把经典学到身上，学到心上，我们才能真正做到知行合一。好，谢谢大家。随着各地祭孔典礼的圆满落幕，我们的直播活动也已经接近尾声了。不知道两位专家还有什么样的感想跟我们分享一下？看了今天的祭孔，全球祭孔，非常感慨。我孔子在今天，我在网上看到视频当中有那么多的自己的同或者自己的志同道合的一些人士从事祭孔活动，我想心中有无限，心有戚戚焉。我要说就是人人心中有仲尼，这是王阳明的话。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孔子。孔子是什么呢？孔子是道德的化身，是修养的化身，是教养的化身，是文化的化身。我们礼敬孔子，是礼敬一个有道德的我，有修养的我，有文化的我。其实礼敬孔子可以随时随地举行，不必在此，不必在今，也不必非得是今天不可，我们随时随地可行。我认为祭孔是个悠远的话题，
也是个普遍的话题。在我只要我心中有孔子，我时时刻刻的警惕我自己，每时每刻的保持自己那颗善良的自我，有修养的自我，有教养的自我，我们实际上就是在礼敬孔子，礼敬这套伟大的文化，礼敬中华民族的精神，礼敬中华民族的教养。凡我所在即是中国，凡我所在即有孔子，凡我所在就是一个有教养的我在那个地方存在。所以东西南北海，世界各地，无穷的未来，我们共同礼敬孔子，礼敬善良，礼敬教养，礼敬文化。嗯，刘教授。嗯，我觉得我们这代人呀、其实是非常幸运的啊，因为我们赶上了民族复兴、文化复兴的这一片大潮流。既然有幸遇其流，就要努力入其流。几十年前啊，钱穆先生曾经说啊，读书人有两大任务，一个是自己读《论语》，一个是劝人读《论语》。我觉得这句话到今天仍然适用。如果我们每个人自己都去努力学习传统文化，并且呢，那么以我们的所有的力量啊，去引导，去帮助其他的人一块儿来学习传统文化，那么我们的文化复兴应该说就在眼前。嗯，好的，感谢两位嘉宾的分享，今天也非常荣幸，请两位到我们的演播室来做客，再次感谢两位。泱泱中华，万古江河，华夏文明五千年，孔子思想和儒家学说深深影响着中国，构成了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志，是我们最突出的文化优势，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千年如风，弦歌未央，夫子之风，山高水长。2021全球云祭孔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朋友们，明年再会。